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PEACE 防御响定五，据点火力的响应03比10元神安固诸方之素颜 6.9 一更活动攻略助援，获取方式防御响定进攻响定元神 4.7。好的，这边防御第五关来开始。这边我们是上路和右路，然后把这个防御塔放在这个上路，然后把怪来放在两条路中间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禁锢的这个来放在右路解敌。好，无妄之灾又开始了。就这样结束了。他在干嘛？就这样结束吧。然后捡到一个塔来放在右路这两边，现在平衡了一下。好了，爆了三个怪禁锢来放在上路，然后其他两个还是放在中间接底。有这样结束，那我们这个技能可以回血，给我们这个怪物回血。你这样结束。就这样结束了。进入机关看看，哪一边已经用完了，放在那边。怪物还是一样放在这个中间，有这样结束吧，有这样结束吧。大哥你别炸火漂浮灵了。哎，头疼来接敌。金攻击给我往后面放一点。就这样结束吧。哎，就这样结束吧。对怪物往中间放。经过机关。有这样结束，放在没有的那一面。有这样结束，这边再放个进步机关。这边放不了，按空格取消。剩下的也能全部打完，这边回一下血。对呀，别逗吧。好了，搞定。